穿着一身黑衣，不说还以为他是位韩国明星，但其实是台北一所高职表演舞蹈科的老师崔桃韵。身体柔软，动作利落，站在最前面带领学生跳舞。先右边，拍子勾，到骨盘，反对动作，另外一边。数着拍子，喊着口号，甚至走下队伍调整学生舞蹈动作。升到舞蹈，每个环节都不放过。来自韩国的崔桃韵今年才21岁，身高185公分的她，外形出众。之前曾经在韩国知名经纪公司底下当了3年多的练习生，表现优秀的她不仅担任许多知名韩团的演唱会舞团，甚至 MV 里都可以找到她的身影。在 MV 中展现精湛武艺，会来台湾都是因为。옆에계시는이제선생님께서우연치않게좋은기회를주셔가지고오게되었습니다제가아직많이만나는건학생들밖에없기때문에조금학생들은 K-POP 에좀열정이있고좋아하는모습을많이보였습니다帅气欧巴老师亲自授课，学生不仅从来不翘课，课程受欢迎程度还差点挤爆扫扫舞蹈教室。也因为老师来的新的学弟妹也蛮多的。那这老师就知道一些就是真的练习生该注意的什么，他会雕我们的表情啊笑容。南韩偶像团体大势兴起，燃烧台湾学生明星梦，学校砸重金请来韩国老师，也帮助学生圆梦。谢阳是水逢人之台报道。